随着台南科学区哪来哪发展，唔定产值突破一条，超过竹科，而且就业的人口嘛超过90,000人以上。对此，议员李文俊上午的市政总质询，针对南科的周遭生活机能的发展，提出甲市府探讨，包括特定区的区段征收办理机程，以及道路的拓宽开辟等。像阿个桥，伊有90度嘛，所以伊要挖的迄个比较比较不方便。啊，地疏空遐也，机车跟汽车会争道，哦，伊阿个在前方要安怎行，要安怎，还有在赶要人上班，伊就无咧管你讲交通有危险无危险，伊就挖的就过。变成讲车阿伫阿发生车祸，所以今天你甲看，因为佫一点，伊会塞车。拢塞去到阮个，伫要去西拉雅，甚至要去南河，伊拢会塞去到木家寮湾。你甲看只几百公里，吼、哦，干阿只你甲看塞车，透早若要去上班的时阵塞车塞到。所以这点你甲看有啥物办法？其实当跟立州爸爸，其实我们现在目那个跟公路局林嘉南养护分局工程分局，他现在在规划一个偏新的一个车道。那偏新的车道以后，将来是会多一个车道，直接就能够右转进去一个我们西拉雅或者是木家寮湾都可以用这样一个方式来办。因为南科就业带来人口，相对的南科实验中学的学生嘛，哪来哪多？为了疏解学生上下课、公车接运的问题，议员嘛建议看是不是会用的来增加班次。对此，交通局回应会来会勘。看是要增班，或者是调整车型来改善。台南新闻林根、张硕维采访报道。